色去哪儿？清净在源头。今天来到旗舰报道的第六集，我们要带您看2018年中国大陆关门之后，这些洋垃圾到底去哪儿？他们漂流在世界各地，其中的去处又以东协国家为最多，马来西亚是它的大宗。原因是马来西亚本来每年都要进口大量的二次料作为循环经济产业。我们要透过一个数据带您看中国大陆关门之后，马来西亚的进口废料有了什么样的剧烈变化。看看橘色的这个柱状图，2018年的时候，如果以废弃的塑料来说，进口到马来西亚的产值已经来到了新台币5.41亿元。过去比起来，2018是一个暴增。马来西亚有两座主要的港口在进口这些洋垃圾，北部地区距离槟城比较近的这个港口叫做北海，中部地区距离首都吉隆坡比较近的港口叫做巴生。这一些废弃料以一个货柜一个货柜的方式进口到马来西亚，可是啊，魔鬼就藏在细节里。打开货柜来看，你会发现里头有一些故意被贴错标签了，有一些是伪造标签，有一些甚至是虚报，为的就是鱼目混珠进到这个国家。想想看，一个一个货柜进来，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货柜检查的时候，里头就会混杂了很多的垃圾，它是以二次料的名义进口到马来西亚。接下来我们要带您到一个城市，它在马来西亚的北部，这个城市现在真的不能再忽视它了。原因是二次料的进口让这座城市生态风貌还有人民的生活样貌都产生了非常剧烈的改变。你可以看到二次料进到这里之后形成的污染恐怕是不可逆的。这座城市，我来到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在华文叫做双溪大年，马来文它的名字叫做孙埃帕达尼。帕达尼的意思是农夫，那么孙埃的意思是河流。可以想象，当农夫拥有了河流，此生夫复何求。双溪大年原本是一个灌溉渠道横亘、收获丰美的城市，可是在这几年来，因为洋垃圾的进口，它从农村变成了轻工业，从轻工业变成了一个重度污染的城市。而进口到双溪大年的这些废弃料有哪些呢？还分成不同的层级。如果说这个叫做高级的废弃料，这一包一包进来，它都分类好，也清洗干净了，每一个废弃料都可以再做二次的运用，这是叫做高级废料。可是还有一种叫做低阶的废料，你看看，如果从货柜里拿出这一整包，它是没有被好好分类的，里头什么料都有，甚至于还有废弃的塑胶等等，它都会被立为是不可回收、不可以二次利用的。更有甚者，除了废料之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有毒的电子污染物，像这样的电路板也被一个一个包在货柜里头，夹杂在垃圾里，以二次料的名义进口到了马来西亚。在双溪大年，这样的例子就是二次料当中的低阶废料或者是电子废弃物，因为都不可处理，所以可能被焚烧，可能被掩埋。那你就会想象，当这些有毒的塑胶垃圾或者电子废弃物被焚烧之后，对水源、空气还有整个环境造成的污染通通是不可逆的。不止双溪大年的农夫要哭泣了，老百姓也因此生病了。这是人类生存的空间，一旁还有槟城州与吉打州名的饮用水穆打河。远离双溪大年市区30分钟的土地上，承载了太多沉重负担。这些是废料，不能用了。10%的他们拿去造新的塑料，可是90%就要找个地方丢。譬如讲，这边是沙场，他们沙矿挖了就有个洞，这个洞就给他们填这个废料。
光照射下耀眼夺目的调色盘，记录人类生活的轨迹。走在这片土地上，你听到的是咔啦咔啦的声音。低头一看呢，它们不是普通的土壤，而是五颜六色的废弃物。它们就这么被丢在这儿，风吹日晒雨淋，让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过夜场。镜头下的这些废弃物并不常见，上头的标签说明他们的前世今生。日本的交通告示牌怎么会在马来西亚出现？更惊人的是，这一座山全是电子废弃物。如果要给 SW Corp 处理这些废料，每吨要马币15000，可是这个叫那些承包商那个 lorry 来丢，每车都是50-100这样。熟知内情的张医师说明废弃物处理价格的差异，给出了答案，价差整整130倍，难怪宁可冒着风险也要偷偷弃置。看不出来哪个国家。封锁线是有关当局展现公权力的决心，忧心的是在如此偏僻的乡间，第一线执法恐怕难以贯彻。想要消灭这些废弃物，焚烧是必要手段。双溪大年无名大火偷偷进行，有越来越多民众拍摄影片搜集证据。Tadi dia ni, saya tengok dia jauh, dia duduk di balik api. Dia bersangka dia cuma melakukan pembakaran.还有还是有这样子的非法工厂，可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子所以还是有看到进步，但是你跟我讲会是不是零呢，是没还没有，因为好像创新大年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在那里，我也要承认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战争来的啦。从雪州到吉打州，问题不是解决而是移转，居民的健康等不得。双溪大年的郡住了快10年，2019年5月开始，小女儿的健康出了问题，求学路被迫中断。我是不是有烧好像颜料啊，还是什么？我讲好有啊，那边就是有人烧那些垃圾啊，还是那个轮胎那些咯。医生直接跟我说，难怪你的女儿会有这个状况。从地图上看出，双溪大年这个吉打州最大的工业城市，已经被二次料处理厂包围，工厂以及废料弃置处、住宅区都在10分钟车程内。这些工厂部分并不在政府的许可范围里，处理二次料的方式常常不符环保法规。张生珍医师该是退休的年龄，却与几位有志之士组了环保团体，为了居住权，他们不能妥协。最少有几百吨的废料，这些废料是不能用的，他们就到处扔，有时晚上烧了就很臭，还是丢在河边。本地公司透过虚报货柜引入了全球废料，从槟城州的码头入境。这场阻止洋垃圾进口的战役从2018年至今还没停止。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垃圾场，槟城不是垃圾场，我们大家是人。如果你把你们已经这样神经的国家，你们不能解决，我们在发展的国家哪里可以解决？这些货柜贴错了标签吗？报关时登记的是 HS3915。这个代码指的是里面装有废塑胶产品，可回收再利用。不过海关人员查缉时发现，申报代码与内容物不符合，部分甚至是垃圾混在回收物中。官员直指可能有人为疏失。因为你进来的时候，你 custom declaration， 我不管你 declare 什么，如果 wrong declaration， 可罚款你，超过2000块。
如果 false declaration， 我们可以罚款到$50,000。经济与环保永远是开发中国家的两难。不过，当绿地不再青翠，小河不再流淌，家园只能堆置垃圾，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类的觉醒似乎缓不济急。